你是要跟我分手吗？我不同意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见派瑞来，不只是想做个技术员吧？你看出来了？看来他要主动出击了。我不知道你到我身边来到底是什么目的，况且我了解过你，你以前就认识我。完了，看来今晚是没戏了。不行，我要打苦情牌。对，我是有目的的。其实我喜欢你。喜欢我？从见你第一眼开始。不过之前因为有林家的关系，我也不能直接跟你说。而且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子，怎么会喜欢我呢？喜欢我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这样我就能早点注意到你了。喂 ，Jacky 啊，你去哪儿了？平时你在公司都走一千多步，你今天怎么走八千多步啊？有什么事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做了宵夜，要不我给你送过来好不好？今天就不了吧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哎，这。工作吗？别的事儿，你不会要走了吧？我还想去王子衣橱呢。王子衣橱什么鬼？那就走吧。每一个男孩子的内心都有一个王子。王子衣橱能让你梦想成真。你是什么王子啊？王子不都一个样吗？女的才分这个公主那个女王呢。他是灰小子。挺符合你的气质。老派，现在的灰小子，聪明又勇敢，独立又坚强，根本不需要等公主来拯救自己了。这是公司新来的技术员 Perry， 你前辈瑞瑞。你们好，我叫 Perry， 好巧呀，大家也都叫我瑞瑞。这几天请多多指教。等一下，你这个低配版的瑞瑞，先给我等一下。哥哥先带你熟悉熟悉环境吧。好。什么叫这几天？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够好？于公于私，我都已经很努力了呀。你先不要激动，你的努力我全都看在眼里，但是你可能不太适合这份工作。我怎么就不适合了？瑞哥的情绪好像不太稳定啊。我真是受够这个鬼地方了。哼！等一下，高秘书。技术员这份工作你确实不太适合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高秘书。
金秘书，这几天还要请你多多指教啦。公司没有规定我只能用一个秘书吧？啊？没有没有，是我 think too much 了。有时间想这么多，不如回去完善一下我要用的 PPT。不如让我来吧，我在实验室也待了好几天了，肯定比金秘书熟悉。那你就试试吧。金秘书，你也好好完善你自己那份。没问题，一起加油吧。瑞哥，我有没有一天也会像你一样成为秘书呀？不可能！我送你回去吧。是不是你用了谁做的 PPT， 你就会带谁去出差？这么想去吗？要不我在这加班图什么呀？开会坐一整天很无聊的。那晚上不是还要住同一家酒店吗 ？Jackie， 走吧，咱们。那我先回去了。你也别太晚了。瑞瑞 ，Don't work too hard， 反正已经有我那份做 backup 了。哦 ，Jackie 已经看过了，他非常非常的满意。哎妈呀！哎妈！我等会儿给你叫辆车，你到家告诉我一声。还有就是，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我不要。听我的，乖。你是要跟我分手吗？我不同意。分手这个事情啊，你一个人说了不算。我先走了。你早点睡觉，拜拜。晚安。是不是你用了谁做的 PPT， 你就会带谁去出差？这么想去吗？要不我在这加班图什么呀？决定了，帮我订和瑞瑞去出差的行程吧。不可能，差四管的 PPT 并恶做的好啊。我要订两张机票，一张头等舱，一张经济舱。经济舱有最后一排吗？喂，你好。哦，我要订两个房间，一个总统套房，还有一个单间。单间有没窗户的吗？